嗨嗨，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拉法的游戏频道。今天是我们星空的二周目、这游戏呢，在一周目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破关之后，它来到了所谓的平行宇宙。我们可以透过在剧情的选择中呢，它有两项蛮重要的。第一项呢是重复主线任务，那应该就是我们把原来的主线会有其他的选项。那第二个呢则是跳过主线任务，这个部分比较特别，就是我们等于是玩新的主线。那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就跟之前找神器不太一样了，我们一样要去找神器，但是主线的方式变得不同，是好像可以去寻找其他的心意还是什么的，这个就不太理解。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就继续开始昨天的二周目。格洛安安，格洛有没有心情有没有好一点？今天应该 OK 了吧？然后因为是二周目的关系，所以我们的钱啊、新建都重置了，保留下来的话只有技能的部分。还有等级，其实有后续也是蛮正常的，因为你看、我们全部破关之后呢，还有一堆信息也没有去、这边如果全部都去完，至少还有 60% 的故事剧情吧，怎么可能后面的信息都不做任务。自己也没什么感觉、好哦，那也没关系，没感觉就没感觉也好。那我们先去找神器。南门二。更累哦，很正常，这都是正常的，这很像就是运动完之后。忽然安安，对呀、一周目全破了，现在是二周目的主线。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假一周目破关。通宵安安，喂喂。
这个地方是来过的。真晚安。干，我没武器啊！我操！哎、欸，不行哎、欸，这样真的不行。这次神器显示的样子不一样了。变外星人是因为我们成为了星翼，穿过了黑洞啊，我们变成了外星人。我们来到了其他的平行宇宙。小圆安安，上。所有的物资、武器都要重新收集。哎、欸，居然没有人哎、欸！
居然是黄道佣兵团。干，没有武器啊。然后还没东西让我捡。气，哎，他怎么直接闪退？好妖！我离开之后，他应该就离开了。不然，其实这一艘船是可以抢的。我们先去看能不能拿到武器。OK， 懂了。我满血，用挖矿机来解决问题。哎，为什么？哦，我本来就快没血了，哭啊！那时候去拿，被打残了。原来有一个，
要跑了。这把香杠还蛮好用的，你要原来打劫了。无权驾驶，要怎么样才能驾驶这艘船啊？对，开三安。他没办法破译之类的吗？
没有类似像船舰钥匙之类的东西。可恶啊！不能偷这艘船。不然，这样至少也有不少钱。关南安安，对啊，一周目破关，但他现在有假二周目，打好了吗 ？OK OK， 我这样说好了，他的一周目。其实我这样想下来，它不算真的一周目，因为它现在还有新的主线。它只是玩了一个 30% 的段落，然后给你跳剧中。那你来到了平行宇宙之后，又有新的故事要完成。技能有保留，可是那个装备钱那些都没了。嗯，这才真的开始游戏啊！他们都以为自己破关了，没有，假破关而已。因为他还有后续，就是。当完成之后，他必须去完成所谓的后续探索。对啊，我们是肉体离开而已，我们的灵魂，我们现在变成能量体了。
但也不算真的能量体，我们还是自己。这是有点难解释。所以我这边还是比较建议赶快破关。他破关之后有两个条路可以选，第一个是重复主线剧情，可是因为你是那个转身的概念，那剧情过程中会因为你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有一些故事你可以有额外的选项。支线也重来吗？不是，我现在连支线都没了，因为我选择的是跳过主线剧情的那个选项。就它是两个啦，第一个就是带着原来的人呢，再一起去找神系。第二个呢，则是提供一切资讯，自己去找神器，并且去找心意，其他的心意。那我对于去找其他的心意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选择了第二个。那第二个就会跳过我们之前玩过的所有主线，所以我们现在的主线是要去找寻这个平行世界中的神器，同时去找到其他心意。所以我想要知道其他心意是什么样的结局，所以他这个游戏认真说有两三个结局啦。原本的世界哦，可以回到原本的世界哦。要怎么回去？他现在连平行宇宙都可以跳来跳去了，这么屌？一离开中心就回去了，一离开中心，
怎么样叫一离开中心？哦，你说的是第一个选项吧？重新组建。远离光球可以回去哦，那回去还会有二周目吗？还是说可以再回来，一直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所以可以离开回去，然后看新的聊天聊一聊。那有可以大概直接剧透我吗？他大概会有什么剧情呢？就纯粹告别这样而已吗？还是可以带东西回来到二周目？我比较在意的是能不能带东西到二周目。还要找，
只想要带。带钱也好，带装备材料，赶紧全部重新收起，减跳。控制台不要，还是算了，我还是希望可以跳成就了。精英船仓库比较大吗？欸，我忘记了，我看一下1140，预设蛮大的了。没有啊，每个人都可以觉得自己丑不丑啊。哎，这个还好吧，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还是会比较想要自己弄一台。哎，不能撤销了，干！原来撤销有次数的，难怪我想说为什么要去记，傻眼了。所以每撤销一次就要消耗一个开锁器，该不会是这样吧？
真爽。是衣服的关系吗？我觉得我的氧气消耗量降低很慢耶。哦，穿这个就不能穿头盔跟背包，它是包含在一起的。你都只能穿衣服而已。三四五六七四三，然后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三，这边有二，所以是四四四三四四，外面是一二三四五六。所以三三，不行。完了，没救了。干，这个很贱的。哎，有嘞。看，垃圾。
我们现在只能努力重新赚钱。这游戏应该不还有三周目吧？干，如果还有三周目就傻眼了。我家二周目不能让我们保留飞船、哨站、基地那些，哨站不留没关系，但是至少太空船要留吧。还有身上的装备啊。不然只有技能跟等级留着。感觉不妥。如果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在盖家，就很闷呢。那你会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进二周目？进也不是，不进也不是。干，怎么打不死？所以聊天室都进二周路吗？火锅奶，你玩到哨站盖了几个？我觉得敲锁器根本不需要敲那些专家锁，因为那个专家锁敲出来未必是好东西，而且有时候打人打身上掉的反而会掉传说。自己可对啊。今天比较晚睡，我不是早上关台吗？结果一直到快下午才睡着，然后我想说很热，我就睡地上，但好像凉到了。跨病毒异次元，赞哦！哎，这一期夏天的电费是不是都比较贵啊？
那气体都只能这样子拿。傻眼，这个哨站给独立地图，然后给条件可以回去。对啊，这个是蛮不错的。反正都做切换了，不如哨站做个传送门，因为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穿越不同的平行宇宙嘛。那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回去原来的哨站，不是很合理吗？因为他这样设计，就等于说我们被绑在这个平行宇宙了。有道理，独立出来，方便玩家。欸，这个是枪来的，操！
7.77 的子弹真的是最多的，要不是它射速高，不然我还真不想用。我在想为什么不能打劫飞船，我刚刚上去的时候他都说你没有权限操控此飞船，想说打劫一个一艘飞船拿去卖，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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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谁呢？看起来是好人。Hey. Oh, wow. We're complete. Wow.
三个。哇，高级锁。看来只能把它干掉了。看这个，杀死船长没有敲锁器的、哦，没有那个钥匙的、哦。太不合理了。白杀可用之源，川本水。各种缺资源，真的搞。其实动不动就打掉一个弹夹，700多发也是一下就打完了。
大师违禁品，没兴趣。敲手器我要全部留着，我感觉之后解主线会需要用到。一堆门都不能开，敲手器开一开就好了。射速170，认真说不算难用。只是枪可能要再改一下，让它威力更强，射程更远。我操！干，为什么？哇，金钟洞窟重打。loading 怎么那么久？怪怪的哦。算了，我觉得怪怪的。对哦，感觉当掉了。我先强制停止一下。傻眼，这个。我先重新验证一下内容。嗯，为什么房间地图载错了吗？验证，而且我云端一直出问题。Steam 的视窗也截不出来。
傻眼。验证一下，等一下啊，30%。因为二周目之后开始闪退，太神奇了。今天9月6号 XGP 版本上了，大家应该都可以在 XGP 上面游玩了。我看验完了没？还没。不能调整语言 ，XGP 应该可以吧？不然玩英文是要玩个毛线？快好了，74%。啊，玩简体要改作业程式改区，靠，这么硬哦，这也太智障了吧。这好家在我没有买 XGP 版本啊，没有玩 XGP 版本，不然我应该会气死。目录下的文件开起来就好了。好，爽啊。只要那个后坐力讲实在做的挺好的，点放就行了。不然就贴着打。
矿就先不挖了。有时候同一个动作实在很懒得做两次。算了，我关窗户好了。干，那个摩托车都炸街。不是因为关窗户很闷啊，但是不关又很吵，算了，太紧张，我闷好了。哎呦，又是哪里？哦，上面。游戏破关了，对啊，尾破关，真主线现在才开始。对啊，再一轮。看起来全图旗只有我二周目，爽啊！大家还在一周目，无法体会二周目的剧情，真可惜。他们刚刚汤姆哥有二周目了没有？弄基地哦，我建议你是不要弄了啦，赶快进二周目吧。二周目是保留技能跟等级而已。记得破关前要先另外存一个档，就是最后一个任务的时候就要先存档了。到时候如果你不想要玩二周目，至少还可以有档案可以回来。那球体越来越浮夸了。
刚我忘记切画面了，北齐啊，干智障。我们刚拿完了神器了，现在要出去了。其实进度是差不多的，画面没差多少。因为很少在切画面，常常会忘记这件事情。北齐，北齐。我还是好希望他可以把那个把垃圾变资源这件事情，有没有 mod 可以把垃圾变资源呢？我一点都不想卖垃圾，因为我觉得卖武器装备那些就很够用了，垃圾卖个一块两块怎么想都不划算。吹吹吹吹吹吹，妈妈，哦，露露，射速150。四颗弹，其实这蛮强的。回禁品，我也不知道。没卖过。荧光城核心商店黄色招牌，好，感谢。
你是说卖给他再把他偷出来吗？这操作会不会太 OP 了？我最近又拿到了一些你身上的赃物啊，听说你这边可以销赃。警察局不是要开锁吗？我是真男人，从不蹲下的。哦，之后就不用再开了，好方便。我想说每一次都要开一次，进麻烦。开锁有很多地方可以开啊，还好吧。再次获得能力，他摔死哦！哎，怎么可能？满血摔死，哎，太烂了吧！
我有点想要去找地方盖家。昨天充了一天主线，现在盖个家赚个基础资源也不错。因为世界线一样在跑，这样子我们回去还有资源可以拿。其他地方要盖的也不用多，就盖个哨站、挖矿机，然后那个货运转运，这样就好了。重点是要把挖矿机盖出来这件事情，需要基础资源。一开始感觉有钱还是买一买会比较好。等一下，切一下画面。哎，那我选到的是什么？欸，我其实能力没有全部学完欸，所以原来他的能力可以重复学变二阶，能力就越来越强。哇，很搞欸。武器战斗我都没点。增加游戏时速？没有，我觉得其实这个不算增加游戏时速，因为我们本来就会去拿能力嘛，本来就要解主线。所以等于是我们解两次，二周目解第二次的时候额外奖励，我觉得这还好。
算了，先留着好了。我们先回去。找个资源丰富的星球。2700多块。可以跟他买飞船零件欸。哇，看价18000。垃圾换飞船零件，其实也没有很亏。这台新舰不能改造。大爆炸！
走，我们来去找看看。这个小行星，感觉河南山还是比较好的。不知道太阳系。资源好不好？Attention, unidentified vessel. You have no faction markings or registered manufacturer. Please maintain course while we scan you. Assuming scans even work on whatever it is you're flying. 逃避59%。You're cleared to land. Enjoy your stay at.火星发射台，因为主要要找到钨啊，没有钨的话，至少要有铁、钨、铝，其实还要蛮丰富的。哎，这边有钨哎，干它极寒哎。我今天看了一个影片，他说。有个国外实况组去飞行到冥王星，然后飞了好几个钟头，结果最后冥王星是直接穿越，冥王星就是张纸。星球不是，就官方就只做就薄薄的一层一张纸，很棒了。铜跟水。这感觉就跟
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子，跟实际看到大象、触摸大象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实际看到一张纸，跟知道它本来就是纸。极端环境我应该是没有办法着陆啊，可是有屋，哎、欸，但也不能说随便交差，因为游戏引擎太旧了。他游戏引擎用他古老还在 Fallout 的那个游戏引擎，我操，怎么会是铅啊？需要更高的行星居住等级。我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增加行星居住等级。如果他加了 BB 小子，这游戏就烂了。我靠，要到这里耶！因为你一个星空，你去开发一个 Fallout 才有 IP 的东西，完全跟世界脱轨啊！那你干脆叫做 Fallout Dash 星空。直接引用 Fallout 的故事上太空算了，这样可能还更好做。哇，这上面很多钛，
这星球重力太低了。被目标消灭吧，什么消灭目标？最快的方式还是打劫。那是我新建。快要到260的时候，我们就先回去放东西，再来，就是要把它吃干抹净，我把飞船塞满。太少了、啊、堕落之王二，我看一下。哦，这看就是魂类游戏。可是它是 RPG， 也太特别了吧。就这样。哎呦，我地道了。啊！你怎么突然自己就死掉了？我靠！这会不会太屌了？我都还没打你耶！
他是被散弹打到而已。杀我哪来的材料装备？你看这个还水冷的头盔，你看，哇！有时候我真的不太懂为什么会死，又要十分钟啊！我们来去打劫。这船很帅。王道幽冥团。好了，我操！应该先上飞机的。别走啊，王八蛋！王八蛋！就一路挖过去。
再杀一次，东西都不捡了，捡人就好了。我们换个能力看看，重力波。干，重力波没用啊！靠！时间错位，德迪安安。时间错位也没有到很好用，所以最好用还是反重力，因为反重力时间比较长。救援弹，所以你发现他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他没有办法发现敌人，从画面中去判别敌人究竟实际的位置。史诗级下杠。打死他东西不错，所以每一个哨站都会有一个 boss。可以。然后掉什么颜色是随机的。那他应该也会设计一些箱子是可以开的。奖励箱，殖民海军短刀，短刀，跟体
大箱子，没看到。然后这个哨站重复了。哦，大象我请过了。好，油纸装那个就是。钱也是几千哦，好，改枪让我想到三道猴子，枪就是要改啊，不改怎么用？改过的枪看起来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如果你材料不足的话，看可以考虑要不要强力过件。点开控制台，在以下地方输入签名完成。爱还是多拿一点好。我今天把那个五指转身追到最新了，看完之后，我觉得他动画做的比较交代的比较完整，应该是他有发现漫画有一些剧情写的太乱七八糟了。
在地上整片的钛。干，我好想要洗技能哦。妈的，这游戏不能洗技能，太不合理了吧。哎、欸，我聊天室停掉了，等一下、啊，原来没人打字，是我聊天室停掉了。哦，没事，本来就没人打字。哎、欸，没有，刚刚那个总花电信过来让我聊天室转了一下，总花电信。种花电信，嘟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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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游戏不能自己改船，然后哨针又没盖起来，这游戏就少一半。我还是想要换艘船，可是干新的船要再花十几万。哦，2400万的吗？天际线什么时候出啊？2400公斤，啊，花多少钱 ？Unregistered Starship, we're detecting.10月25，那还久。Well, it's what we're not detecting that's an issue. What's powering that thing? You know what? Just hold still while we do the contraband check. Our scan detected contraband on board. I've got special orders.I've been authorized to inform you that you're being treated. Other than that, I'm not at. We have orders to transport you. Any deviation from those orders. Smart decision. 被抓了。真的在哪里都被扫描哎。I'm telling you, the commander.
Commander's got plans for this. Loser, why else would he be going through all this trouble?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why he trusts a criminal. Seems like too much of a risk.Stop worrying and keep an eye on our guest. I'll be right back. You just sit tight. The commander wants to have a little chat. The prisoner's ready, sir. 海底捞上班八天，被扣80000块，原因？欸，他要再跟我聊一次哦。I hope you're comfortable.Not this. So, I also. Oh. 直接说重点吧。I will. Now that we have. My name is Commander. 我知道你是个皇家犯。That's some. You see, Sister, that convict. 我不喜欢这剧情走向。I don't remember asking. We've been prodding at the Crimson Fleet for years. If we can get someone.你好像很恨他。It doesn't matter how I look. I'm going to make this simple. Refuse. 和你合作有什么好处 well, ？First of all, better still, depending on how. Or I'm not coercing you. So you aren't leaving until I have an answer. If I didn't think you had a chance,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follow.Suit yourself. You know, I have to admit, I'm a bit surprised. My instincts told me you were the right person, but I suppose I was wrong. All right, send this one to the lockup on Sidonia. Let them deal with the problem. Eight days, 扣80000块，我觉得那个员工也是够北蓝的。他自己 不遵守公司规定，然后没有教养，反怪公司扣他钱，而且80000块也不可能扣底薪啊。If you're going to use the elevators or stairs to reach the other levels, try to keep them clean. I hate filing literal reports. Found a clutch of heat leeches, breeding in the utility section.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work? Not gonna be able to get them. Yeah, do you have any idea? Yes, what? It's not easy coordinating corporate efforts between the Star Yard and here. 所以代表他之后的奖金通通都没了。Am I glad I got this job instead of mining some dead rock out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大家有说什么？掉手套掉在地上，还捡起来继续用。然后把装下水道的水桶拿到那个装食物的水那边装水。干，怎么想都觉得这个人北蓝啊！我就不懂。没有卫生观念，还想要去这种卫生观念高的地方上班？妈的，海底捞这么多员工，就他出问题。Watch your step. This is a work site. 不可能啊！海底捞他怎么可能没有教育训练？那如啊全部海底捞就他一个人扣80000块，啊其他人怎么都没扣？怎么没有人跳出来战声，附和他海底捞扣太凶或什么的？就只有他一个人，啊！海底捞全台湾那么多员工，几百个人，为什么就他一个人？服务生呢？所以可想而知，干他个人的因素绝对占比较重啊！而且在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来说，你这样子罚款对消费者来讲是好的。因为代表我们可以更信任、更相信的知道你在内部的餐厅，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你们依然很注重卫生观念。就只是单单的手套掉地上就不能再使用这件事情，我就非常的赞赏。你知道在外面
很多我真的是受不了，就是戴手套去摸食物是为了避免手上的污垢沾染到食物，手套本身都有杀菌效果，不是杀菌啊，是杀菌过后，所以是无菌的。但是你拿着手套去找钱，拿着手套去搬东西，拿着手套去做食材以外的事情，那你戴手套的意义是怎样？绑手脏吗？我他妈就是不懂。那不要戴就好了，但你不戴手套可能比戴还要干净，因为你手会一直洗。你他妈手套戴的是不洗手套的、啊，因为我看人家在外面工作的那种戴手套的都不洗手套，他不会因为说哦，我今天找了钱，我今天去摸了其他地方或拿抹布来擦桌子什么的，然后我就会去洗手套，没有呢。但那你可是问题是不戴手套的那些厨师或者是老板，他们反而会因为摸找了钱，摸了其他地方拿抹布擦桌子之后回来会洗手，干这差就差很多啦。你知道手有洗就跟戴手套是一样的概念，我就不懂干，那你他妈的戴手套戴个雕，所以那个什么手套掉地上。拿起来继续使用，罚款10000块，这一点我超能够接受的，我能够理解这件事情。这感觉是很像怎么着？严重一点就是你今天在动手术，然后你看到医生呢用戴手术的手套挖完鼻屎之后，再跟你说啊，那我们继续开刀，干。小吃摊、路边摊贩，对啊，啊，他们有些就是会直接那个啊。他们会直接不戴手套洗手啊。双手不能低于腰部，高于胸部。哦，还有这规定，我刚刚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啊。我当然知道不可能会有这么浮夸的事情，但是那种感觉就是污秽跟恶心的程度、感染的程度对我来讲是一样的。这么注重食物的卫生，结果却在小细节上疏漏了。抛弃式的，对啊，那你那个路边摊的有一些手套，他们是带抛弃式的啊，他们也没有重新再换啊，就我就不懂啊，不然就是带那种比较大的，伸缩比较方便，然后手套就拖着，因为我有看过那个猪肉摊，他戴手套切猪肉，切一切之后呢，他找钱会把手套那个脱下来找你钱，然后再把手套穿回去。继续搬猪肉摸猪肉，虽然说人家说拉萨下拉萨多，有时候真的一点那个污秽脏污感觉没怎么样，但给人家的观感就不同了。就是在工作商誉上来讲，你这样给人家就不是就觉得说哎、欸、很干净很棒，在你这边吃东西那个很安心，可以放心消费。Think about the trade business? Who you know matters as much as anything else. 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八天罚八万，我觉得罚得好。谁他妈的叫你拿装下水道的水桶给我在琉璃台上装水？
琉璃台是洗食物的，装食物的。Welcome to the tree. If, however, then I'm afraid. So, perhaps, please let me. You won't find a better. We've been in New with lots of emphasis. It's had the. Be my guest.像有时候我会用工作室的厨房嘛，然后 PD 也是会一直提醒我，那个有些东西它是生食跟熟食的要分开。对，我觉得这是。卫生观，那个厨师的一个卫生观念呢、啊，挺好的。那、啊、这样子的厨师煮出来的食物，不会觉得说啊特别的安心，吃起来很放心。这两把枪都是步枪，只是弹夹比较多而已。不要卖了，这是 6.5 射速快一点的狙击枪，感觉可以先留着，远距离的时候可以拿狙一下。这个海军军刀有料，因为我看那个新闻啊，它上面就是那个员工满满的抱怨，他说扣80000块实在太夸张了，什么之类的。Be my guest。激战佣兵没有哎、欸，我不玩，那感觉就是个爽 game 而已，没什么吸引力。The Trade Authority appreciates your visit. No lawyering, okay? I don't have the patience for it.调查深井区供电不足的问题，去逛一下好了。Though it is widely speculated that the Trade Authority is involved in a wide variety. 昨天台风天。They're only
有人放台风假吗？ Hey, sorry. We're supposed to be. I can't be in two places. Well, since you're here, and Carl, what I need is Mary. The first box we're looking. 干在间歇盒。同一个任务哎，支线完全一模一样哎。台北没有、啊，支线重启。Hey, can you hear me? I think this is where. That's it. Great job. So that tripped the secondary breaker, and that goes to. 所以只有主线不一样哎。Wow, really? They wired it like that? Jeez, okay. 垃圾车没上班也到不了垃圾，没关系吧？I've got the slogan for our new ship class. It's like. Clouds are slow, wet. 垃圾多放一天，它也没那么快臭啊。至少有放假，心情好，在家里安全。万箭齐发三，繁体中文版。干，开关在这里啊，武器啊。想说这有这么难吗 ？All right, you should be near the next junction box. This section isn't used very much these days, so maybe a little harder to see. That's the one. Next one's not too far. Dead end, right down from Jake's. Right under that apartment they've been trying to sell. Good luck with that, right?You should be near the next junction box. 有繁中 And if those squatters never clear out, 都是好游戏 I would suggest avoiding eye contact. It should be fine. Another switch flipped, another lead to follow. Then the lights in here just flickered too. 比没有繁中的更用心 The wiring is worse than I thought. I'm going to work on fixing that little issue while you find the next junction box. Looks like it's over near the, the trade authority. Okay.而且我喜欢繁中翻译是人翻的，不是机翻那种，不是简翻。Okay, the final box I need you to deal with should be right around there. Unfortunately, I just realized you're in for a real tangle of cabling. Like 200 years of failed attempts to rewire things. I tried to fix it 3 years back and was crying by the second day. Gave up on the third. Wow, you got it. Really well done. You saved me like a week of work. Why didn't you meet me at the monitoring station near where we met? 因为那种通常都是台湾人去翻居多。所以他们用的很多是台湾在地用词，会有一些噗嗤一笑的对话内容，台湾人才懂的。买的还在玩，好。Did I say thank you? There's no way. Well, not everyone would be. Thanks to your help, unfortunately. So, if you want to tag up. 好险，我支箭没有全解。So thanks to you, we've got.I don't know if you're. I have to go. Thanks. I can do.
Sergeant Yumi's looking for reliable people to help the guard. Contact him if you're interested. We'd all appreciate it. 我看一下万箭783。它还有合作模式，然后有 PVP。画面比星空还要好，但赢在游戏引擎啊，没办法。可是它是动画，看有没有实际展示画面。二周目外星生物变多了。可以走快一点吗？他说了，支线都重来。有些是因为主线走到那边无意间碰到触发的。Hey, no funny stuff with that boost pack. Got enough. A visit from Mast. How delightful. You'll have to remind me of your name, dear. I'm afraid I can't keep track of all you little worker drones. I'm Luisa Reyes. Well, you know that because I've been in here 3 times. Yes, yes, of course you are. And was it you were accusing me of with absolutely no evidence?The power drain is coming from your building, Zoe. You and I both know it, and now I can prove it. I'm sorry, what? We traced the drain, checked the grid. It led us here. You can't talk your way out of this. I'm going to ask you to wait here a moment. I'll be right back.偷电贼，提督安安。哎，提督，我问你一下，二周目跟三周目，你有看到主线又会有影响吗？Okay, just be ready for anything. I don't know if she's going to come out of there with a gun or calling mercenaries or what. I don't want this to turn out violent if we can avoid it, okay? 没有吧？有什么关？That's
dramatic. Well, Miss Reyes, I apologize for not taking this matter more seriously. I assure you, I will eagerly assist in getting to the bottom of this. No, you're not weaseling out of this. We got to the bottom of it. You are the bottom. I appreciate your enthusiasm for your work, but I do a little more research before casting aspersions. Someone has indeed been using this location through which to route electrical power. It is not the Trade Authority. I've had my suspicions for a while, and have been keeping detailed notes, which I'm happy to share with you. For now, though, what do we do next? Wait, what? Oh, for heaven's sake. Oh. I presume you've been assisting Miss Reyes in tracking down this little problem. Well, clearly there's more work to... Why don't you I'll coordinate... Presumably, you're the one who's... Okay, well, this is not how I saw this going. 所以主线推的越多，那个飞船配件就越多。那你直接进二周目，应该就全解了吧？会不会是你升级点的技能，然后你忘记了？今天好累，我不知道为什么。Miss Reyes is still collecting the necessary diagrams and blueprints to accurately assess the situation before she returns. I'm going to make you an offer. Whatever you find at the end of this path, you bring it to me first. I'll be certain that Mast gets what it needs. But I trade in valuable information. I suspect you're going to find some. I guarantee you the Trade Authority will pay well. Consider that as you head towards the residential district.We can't pinpoint the source yet, but it's somewhere over there. Protect and defend the citizens. 感觉我的时间差又要调回来了，真好。
source must be inside that residential tower. Yeah, that would make sense. Look, 我没有。哎，很闹哎，没有撬，傻眼。哎，还是要随身携带。兵工厂肯定有卖好东西。Something to be said for brand loyalty. I much rather have someone comfortable with their purchase than some mythical best possible buy. Welcome to Centurion Arts. All sales are fine. Come back and see me. You're here because you need. Please take a look. 旧地球突击步枪就是 AK 啊 7.62 这把枪有点屌啊，就一直啾啾啾啾啾啾啾，缺点是弹太少了，我要花钱买子弹，这子弹都是比贵的。好吧，我觉得今天先小开一下好了，人有点疲惫。By Vectera, by Vectera, by Vect. Is it you, Captain of the Frontier? 我才刚加入。Oh, you are dead. I have an eye.一出来就遇到钢铁铁粉，这一定叫孤狼。Fantastic. Either way, hey, what am I? Good point. Until then, if not, I. Oh, I'll just continue to.先休息。大家晚安，晚安。哦，拜拜拜拜。哎，阿红晚安，基督晚安，还有晚安，姑娘晚安，没有晚安的晚安。挂台的晚安，通灵的晚安，听台的晚安，拜拜。